团体 XO 成员波贤日前低调入伍，成为团内第6位当兵的成员。入伍前，他也在队友世勋的陪伴下拍了认证照，并安慰粉丝：“我会安全回来。”今日，波贤在军中训练照公开，他和同胞站在一起合影，比出耶的手势，对着镜头露出微笑，而脸颊也比以往稍微肉肉的，显得更加逆龄可爱，让不少粉丝看到后纷纷直呼：“也太像高中生了吧！”看见我们贤贤白白嫩嫩的，我们就放心啦。